接下来，这个问题是大多佛教徒没有机会跟他们的根本上师经常联系，无法直接跟经常根本上师提出问题，时常接受根本上师的亲自指导。所以，该如何判断自己的修行是否正在进步？其标准的主要依据又是什么？是我们自己的感觉，还是他人的意见，或是道教典描述的标准？修学佛法一定要从某个根本上师学习，那或者从某个上师获得灌顶，一定要这么做吗？有的话当然也没问题，可是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。最主要的是要学习大教典。你们在俄罗斯的语文里面有没有《鹿菩萨行论》？所以，《鹿菩萨行论》要好好的去学习。吉天菩萨所著作的这个《鹿菩萨行论》。吉天菩萨在80纪的时候，出生的。那他写下的这本著作，有说到爱我执的过患、爱他心的功德、愤怒的过患，以及忍辱的功德等。他将《大藏经》的这个300多本浩瀚的巨作当中，没有比《鹿菩萨行论》在这方面提出更完整的诠释。当然，《鹿菩萨行论》的依据是这《大藏经》的内容。可是《鹿菩萨行论》将这些的内容完全结合在这一本论著里面，所以你们应该将《鹿菩萨行论》视为你们的根本上师，视为你们的学佛道上最好的朋友，一定要摆在自己的身边，有空就要反复的去学习阅读。当你要生气的时候，就要去阅读第六品、忍辱品。当你内心有恐惧、嫉妒、竞争之心、攀比之心，内心受到干扰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阅读第八品。鹿菩萨行论才是自己最信任的朋友，最信赖的朋友。当你内心受到干扰的时候，好好的去阅读鹿菩萨行论。像我来讲的话，我会坐在法座上，我会去打法，这个手印，坐在法座上打手印等，会对你们做很多的仪轨。但是比起这个，更好的是好好的依止鹿菩萨行论，摆在旁边，有空的时候每一天都去阅读，尤其是当你内心痛苦受到干扰的时候，一定要去阅读鹿菩萨行论的第6品和第8品。以前在广论的这个传承才是比较兴盛，可是鹿菩萨行论的传承并不兴盛。来到了印度之后，我从库诺拉玛仁波切获得了鹿菩萨行论的传承。我从获得了这个鹿菩萨行论的传承起，我主要的修行内容就是鹿菩萨行论的内容，我对他人讲解的内容也是鹿菩萨行论的内容。鹿菩萨行论的这个内意非常好。我在前几天看到有些人正在修法，右手摇铃，本来在摇鼓，而且这些历史专家说藏传佛教只是一个风马旗而已，这根本完全不了解藏传佛教真实的本质啊！藏传佛教的本质是什么呢？纳兰陀是所流传下来的法脉，为了能够持续这样一个法脉，所以格歇们经历了30多年的大教典的学习，才能够成为格歇。所以透过这样一个学习所产生的这个思维的结果，这才是藏传佛教。藏传佛教绝非是一种什么风马旗啦，或者是敲铃打鼓的这种仪轨而已。但是很多外人去看的时候，因为不了解内在的这个本质，所以会误以为是一种外在的仪轨而已。鹿菩萨行论，因为平常就摆在自己的身边，所以你以此为依据来去判断自己的修行有没有进步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的话，代表我们的修的还不够啊。那吉天菩萨所说的内容，虽然我没有办法做到100%，但是至少我可以做到吉天菩萨所说的20%、30%，有在进步的话，以此为标准，就会判断自己现在做的是对的。所以我透过了鹿菩萨行论作为依据之后，我的佛心的思维让我的内心获得很大的改变。